那么由这个谢老师那边来主导啊，那我们今天特别很荣幸啊，邀请到呢，刚才在我们南部辅导这几位，在珠山方面呢、啊、最有成就，而且呢，也颇获好评啊。那么我们一起出来，还有多位在这边啊，不久他的亲戚。那么他基本的这个，现在正在任读于这个南台科技啊，南台科技的这个学生辅导中心，在这个张师大啊，辅导初三呢，还在读博士班四年级啊，今年应该会顺利的通过。那么在尤其在早期，中部地区生命线啊。他负责的相当好啊，拯救了我们南台湾啊很多啊不知道往哪里去的学生，有很大的贡献。今天我们就很热烈的掌声欢迎张教授啊。辅导中心周主任啊，各位老师大家好。好，今天呢很高兴这个机会呢，来到很久以来就耳闻的很有名的新国中学，跟各位老师分享有关于从辅导的角度看青少年沟通这样的议题。我在学校有教授心理学的课程啊，然后每到期末考的时候，是我很烦恼的一段时间，因为要考卷。
工作的竞争压力没有那么大，难度没有那么高。我上国中那个课程难度的落差太大，竞争太剧烈了，几乎是很多小孩子他自我价值感的锁系都在学业成绩方面。当学业成绩不好的时候，他整个自尊就变得非常的低落。在事实上呢，我们在现在会念书的小孩子，我们心理学常常在讲说他是属于比较有学业倾向，比较学业倾向，也就是说有学业倾向的孩子他实际上是比较会念书的。在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常用所谓的智力测验，而现在基本上不太用智力测验这样的名词，因为智力测验有标签的效果太明显。我们称为学业倾向测验，可以发现说呢，智力测验以前智力测验所测的大部分是语文跟数理方面的能力，而这一部分的能力跟学业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现在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学生他的测验出来智商很低，你跟他说你的智商很低，他会难过，他几乎像判了死刑一样，因为他很笨，他怎么也没有办法。可是你如果跟他讲说你的学业倾向比较低，他听得稍微可以接受。所以呢，会念书的孩子他只是学业倾向比较好。在心理学里面呢，测验有分大概分两种，一种是在人格测验，一种是能力测验。能力测验分两种，一种是成就测验，一种是倾向测验。所谓成就测验就是说测验现在已经具备的能力叫成就测验，那倾向测验就是说测验你潜在的能力，虽然没有表现出来，可是潜在的能力啊。那智力测验就是一种测验学业方面的潜在能力，智力测验高的话，我们称为学业倾向能力高，他可能比较会念书。那另外呢，同侪的影响力日增啊，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小的时候呢，比坏队友，爸爸长妈妈短的，就跟在后面比屁股跑。我上了国中之后发现，跟姐姐出去郊游、看电影、去旅游、去拜访亲戚家，去不去？不去。大人你们的事情，我去找我的朋友。发觉同侪的影响力日增啊。你从这些的心理特质跟观点来看，事实上可以看出国中的阶段、中学、国高中的阶段是一个急剧变化的一个阶段。不管是内在的生理、内在的心理，包括性心理，包括角色，包括被赋予慢慢要变成承担责任这样的角色，以及外在学业方面的压力、社会的期许，以及社会这一块的暗示跟刺激，事实上都让学生面临到一个很矛盾、冲突、狂飙的阶段。他心里面常常压抑着很多的情绪，所以他觉得说学生常情绪很重，他就这个样子。我有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住台中，那个时候他的孩子跟我孩子都还小，那我就比较会跟孩子跟沟通嘛。然后他就觉得说，管教孩子哪有什么要领，我用权威的方式做一次一说二之二，那需要像你们学心理学的跟孩子讲了那么多。他那时候的观点是这个样子，可是当孩子上了国中之后，他发觉情况不对劲了以前说一是二，一说二是二，现在呢说一他就不太了解，不太专业，以前很权威的方式管教他，孩子开始会抗拒。你这样身居小可以帮他抗拒，家庭就比他老爸还要大。结果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他有一次父亲管教骂他的时候呢，他用力把他父亲用力推开，后来你知道吧，他老爸退了七八步，差点坐到地上。从这压死掉，压死掉。可以发现啊，小的时候如果没有好好的亲子关系，建立好的沟通关系，长大之后这样调整的时候真的很难。所以今天特别从辅导的角度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概念。第一个，现在辅导呢很强调的挖掘学生的优点能力，启发学生的正向资源。我这边有一张图哈，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什么图。这是一张太极图，对不对？里面有黑有白。在传统的智商辅导的领域里面呢，常常是去看黑的部分。你哪里不好？你哪里有困扰？你哪里适应不良？你哪里病态？我根据你那一部分去矫正去探讨。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取向，有它历史的缘由。因为在弗洛伊德
那心理学的鼻祖是弗洛伊德，他属于心理分析的，他是属于一个精神科的医师。他在早期，他所处理的对象就是比较严重的精神病或精神患者。然后他在处理那些病患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那些病患，他小的那些病患，虽然他的症状是呈现在现在，可是呢，他的早期几乎都有一些受创不愉快的经验。当然，如果去回忆他早期不愉快的受创经验，去回忆、去分析、去处理的时候，以后他现在的症状就会好很多。所以那个时候就这样，心理学治疗、心理治疗就流行这样一个传统，就是去针对不好的部分，去挖掘过去的创伤，去找他过去伤痛的地方，然后来处理。这固然是没有效果，可是对一般不是说病态的人，是他身体里面还有很多健康的部分。也就是目前心理学界很流传的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观念，就是 empowerment， 就是尽量的启发你内在正向的资源，鼓励你，发掘你的优点。就像说以前的心理治疗是这看到那个黑的部分，然后去矫正的黑部分，使黑的部分变白。现在呢，一个趋势是我看你白的部分，我去强调你白的部分，我去挖掘你白的部分，让白的部分慢慢的扩大，慢慢的扩大，慢慢的扩大，然后就盖到黑的部分。那这是心理学的一个趋势啊。我听过一个故事啊，是一个监狱的辅导员讲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是这样子啊。他在监狱做辅导员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结果有一次啊，一个受刑人他已经出狱很久了，他回来看他，就跟他讲说：“某某辅导员，非常的谢谢你。”你是改变我一生非常重要的人物，首先感谢谢你。就那个辅导员查过去的档案，我对他没有什么印象啊，我只不过跟他作为一个智商辅导而已，难道有那么大的影响吗？然后就问那个受刑人说：“你能说说看，到底我怎么样帮忙你？”结果他就说：“他说，你跟我智商辅导完之后，你跟我讲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终身受用已久。”他说：“你跟我讲说，你的智力很高，其实你是没有潜力的。”就是单单的这样一句话，让那个受刑人对自己的看法观点有了很大的改变，受到很大的激励。他开始觉得说，他不是像别人所讲的那么没有用，他还是有一些能耐的。当他有一点点自信受到激励之后，他出狱之后真的就好好勤奋的工作，也留有一些小小的成就。他说这句话改变了他很多。我自己在教学跟带孩子的过程当中，也常常深刻体验到这一点。我老大今年五年级，老二三年级。老大是属于比较气质忧郁，但是功课很不错的，怎么考就是没有问题。老二呢，天生乐观，看不见有忧郁的气质，可是又属于天兵型的。有一次呢，小学考试好像小学题目其实不会很难，考七八十分哦，其实就很菜了。有一次他放学过来，就跟他哥说：“哥哥，你知道我数学考几分吗？”他哥哥以他自己的经验想：“100分。”他说：“不对，90分。”不对，啊，那80分。也不对，70分不对，大哥啊，连70分都没有，那60分呢？那个我老二就稍微犹豫了一下，就说：“其实本来是58分，老师给我加2分，变60分。”真的是，他就很天兵，就是很乐观。连他的表姐来的时候，主动跟他炫耀说：“表姐，我数学考60分呢。”他属于那一起的。后来我就想，这时候爸妈也会担心啊，对不对？小学就考了那种分数，那长大怎么办啊？然后呢，我就想说嘛，在数学方面大概其实要有些天分，一些天分然后像语言部分应该加强他的语言部分，让他将来还有一些竞争能力所以我就送他去比较小的时候就去练去学英文也送到那个外文老师他学了一年之后，我就让他快乐去学习可是后来发现还是很散漫小孩子很贪玩，我就开始要派他功课。每隔2天就是英文的功课，包括背一些单词，要念一些东西。那开始他很抗拒，背单词他就背不来，他真的是背不来。他哥哥很快就背好了，他背好久才背得起来。然后呢，我就是用鼓励的方式，比方说一个单词 ，window，
他就背了 WINDME， 就是背起来。然后我看了就说，哦，不错啊，只错了两个字母而已，不错。这样鼓励他，哇，他就觉得好像不错的样子。然后他发音也实在是有点不错嘛，我就跟他讲说，哎，我觉得你英文发音很标准，我很喜欢听你说英文，有空多说给我听。然后我跟他讲说，老板老会常常派英文作为给你，是因为他觉得你很有英文的潜力。嘘，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啊，我觉得你很厉害。然后就这样鼓励，这样鼓励。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呢，他本来英文都是很被动，突然有一天。他在躺在床上啊，翘着二郎腿，然后这边晃摇头晃脑的。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背英文啊。我听了非常的感动，自动自发在那边念英文。以前是拖着他都不愿意的啊。我说他每一次念英文，不管怎么样，只要只要努力，我都给他鼓励，给他鼓励鼓励。就是他现在英文程度呢，已经快追上他大他两岁的哥哥。虽然他数理分能力很不好，可是英文方面就是鼓励鼓励的方式。他慢慢有一些进步。那另外呢，在心理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做自我预言的应验，就是匹马龙的效应。什么叫匹马龙的效应？我们翻译做匹马龙好吗？一匹马，匹马的匹。那匹马龙呢？它是古代希腊罗马神话里面塞浦路斯一个国王，他用欲望跟象牙雕刻了一个美女葛阿蒂，然后就雕刻得太美，他就爱上她了嘛，然后就天天跟她倾诉，跟她说话，好像就真的一样。那这种。对他的期望啊，这种爱慕呢，果然感动了天神维纳斯，就把那个女人变成真的人，然后从此国王跟美女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这个故事是代表说呢，是什么？我们如果对一个人有期待的时候，这个对他的期待观点会影响别人，就真的使他表现出跟我们期待的那个样子，这就是所谓的自我预言应验的效果。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乌鸦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变成天鹅；如果自己认为是一个顽石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变成璞玉。我们对于自己的观点跟想法，就会慢慢的不知不觉的潜意识的去表现，成为我心目中所想的那个人。这就是自我预言应验的效果。那在1960年代呢，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嘛。那个实验的结果呢，还在当期的读者文章呢，用斗大的标题在报道。什么样的实验呢？它称为智慧开发者实验。实验是这样子的：一群哈佛大学的教授找一所小学啊，然后对那个小学呢施以非语文的不施以语文的智力测验，那是很普通的一个智力测验。然后这个结果出来呢，他就从那些学生里面呢随机抽取少部分的学生，抽取了之后呢，就跟那个他们的导师说：“哎，这些学生啊，经过这个智力测验的结果，是非常有潜力的。好好的调教的话呢，将来不可限量。”事实上，那些学生是不是真的没有潜力？不是，随机抽取的。可是老师接受这样的讯息，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一年之后，那些哈佛大学的教授再去做同样的智力测验，发现那些随机抽取的学生，他在成绩上的表现，进步的程度远超过那些其他的学生。也就是说，那些被随机抽取的学生，真的智慧开花了，真的智慧开花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当那些老师接受了这样的讯息之后，他开始带着有色的眼睛在看那些学生，他觉得说：“哎，这些学生是很有潜力的，是不一样的。”言谈之间呢，就不要看重那些学生。你这样正向的角度来解读那些学生的行为，比较多的机会让他们去表现，让学生也感受到老师对他的看法改变的不一样了。他真的就自己越变越好，越变越好，就反映在学习成绩上面就很明显的进步。这是一个智慧开发者的实验，老师对他的观点影响学生对自己的观点和认定，自己就真的变好。在1976年的时候，蒙特奥运会的时候，一个苏联的举重选手，他属于世界级的，他在练习的前夕呢，不小心扭伤了腰之后呢，他对他自己的举重的实力呢，就很缺乏自信，他觉得我受过伤之后，我不可能回复到以前那样的实力。结果呢，
他对五百磅都一直提不上去。他每次都觉得碰到五百磅的时候就会观察，举不上去。那他们的教练呢？他们的教练知道说，事实上都是好的差不多。他为了潜力，也是因为心理的因素。他教练又想了一个方式，什么方式呢？他就制作了一个特别的举重，事实上的举重几磅，500磅，然后就跟这个选手说，这个举重只有480磅，480磅对那个选手来讲不是困难的事情，所以他真的就把它举起来了。可是事实上那是几磅？那是500磅。可是他认为他480磅，所以他举起来。那一次之后，他突破了自己的心理的关卡，曾经突飞猛进。那在蒙特奥运会的时候，举了564磅，打破世界纪录，拿到金牌。自己的观点会限制到自己的能力的发展，就自我预言的效果。我自己在这一部分有很深刻的体会。我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碰到一个伤害我很深的老师，午夜梦回的时候都会觉得很难过。我小时候呢比较调皮捣蛋，比较好动，搞不清状况，所以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呢，老师比较喜欢乖巧听话的学生，我不是那一型的，我是很好动的。然后呢，就被老师贴以标签，就是不守规矩的学生。我常常被打被骂，我印象非常有深刻的一次哈。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讲说：“只要念课文。”那时候呢，念课文呢，事实上都是很自告奋勇的，就是老师这段课文好几段，对不对？老师请学生分别念一段，念一段，念一段。每一段谁想念就举手啊！所以呢，老师谁要念下一段，我就自告奋勇就是我要念。就是请我起来念，就我起来念了之后呢，我念错段，念错段，心不在焉，念错段。结果呢，那个老师其实念错段，老师要跟你讲说念错段了，哪一段就好，对不对？可是老师不是这样子，他说错了，重念。我又念挑别段去念，又念错了。老师说错了，重念。哦，那个声音越来越严厉，然后说着说着从台上走下来。我那时候吓得开始皮喘哦，望左右的同学，这个同学不敢跟我讲，然后就错了重念，我又念又错了，指着我前面啪一个巴掌打过来，再念还是不跟我讲我错在哪里。我那一天被他打了4-5次，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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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从此之后，我上课变得退缩，我不敢起来念书，什么活动我都尽量不参加。不只是因为这件事情，还有几件事情，我真的是被修理了。那真的是一个改变我的一个老师。有时候想到那个老师，很想自己骂他3字经。前年的时候，我去那个学校啊，他台南师院附小。前年的时候，我要去那个学校百年，陈老师百年校庆的时候，我要去找那个老师。当然，我不是想要骂他，但是我只想告诉他说，他对我造成伤害。我觉得心理辅导，我学了很久才慢慢在疗伤哦，我就变得很退缩，在一个团体里面，我很怕成为焦点。上课我一坐在角落，碰到权威的人物会害怕。从哪来的？就从那个老师给我影响来的，对自己很没有信心。等到了6年级的时候，然后他就给我儿童手册的评语是很糟的，我的超级成绩有2个学期是 B 是真的是很鸟的，很差的。他的评语是什么？顽皮不听话，尤其喜欢打架，不守规矩喜欢打架，就不要他着急给我打笔。可到6年级的时候呢，我来了一个学校，来一个新老师，而且呢，以前我们全校每一个年级都有三班，直到6年级的时候变成开始改成小班了，变成一个学校有3班变成4班。换句话说呢，每一班有50几位变成30几位，每一班有20位过去。那由新成立的那个班级，老师是很好的老师，所以一些有办法的、成绩好的都调过去了。结果6年级在选干部的时候，也就发生一件事情，主动大将，量化捉千锋啊，我三张五老虎，猴子称大王，那结果就被选为那个风纪股长，快官，风纪股长是管秩序的，我秩序那么差，竟然被选为风纪股长。然后呢，我们的老师因为是新来的老师哈，从其他学校来的，又不晓得我的前科哈，然后就对我很好，对我很鼓励，哎，我发觉真的不一样哎，这个老师对我的态度。跟以前那个谢某某的老师呢，真的完全不一样。我就真的是觉得说，这个老师很看重我，
这个老师很鼓励我，这个老师对我有所期待，然后就真的比较不敢捣蛋，然后就变得比较负责任，希望讨好他，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对自己的观点慢慢的改变。那我从六年级是我的转捩点，我这个成绩就不断的进步。到了六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我当选班长，而且当选模范儿童。然后呢，我现在回想起来啊，那本儿童手册我还留着。六年级的时候，老师给我的评语是什么？超级是甲，甲还是甲上？他给我评语是写什么？知书达理，勤学，负责，是最能自动自发的一位好学生。啊，看了真的是跟以前那种比较起来天壤之别。我怎么变过来的？我到现在还非常感谢我六年级那个谢秀莲老师。前两年的时候，我们同学聚集，我就之前想找那个老师，后来我知道他，我们同学聚集在一起，我就跟他讲，我真的非常谢谢你，你是改变我一生很重要的一位老师。这就是自我预言的效果，自我预言的效果。他对我的观念改变，小学一年级那个老师，他觉得我不好，看我不好，我就真的表现不好给你看。六年级的老师鼓励我，对我不错，我真的表现好一点，就是这个样子。自己对自己的认定会影响很大，这就是自我预言应验的效果。在国中生或高中生有做所谓的放牛班，其实放牛班分班哦，因材施教是教育的一个其实是很正确的一个理念。困难是在哪里？最比较可悲的事情是，因为放牛班的同学，我们觉得他程度不好。所以呢，学校的老师、任课老师、行政人员或其他的人，有意无意之间就觉得说你们是不行的，你们是糟糕的，你们是被放弃的，你们是没有希望的，传递这样的讯息给他们。实际上，他们只是可能比较没有学业细项能力而已。只是由于我们常常把学业成绩当作评价一个人单一的标准，所以他们就很没有自尊。这是放牛班一个最大可悲的地方。否则的话，其实如果老师他只是学业成绩不好，没有学习像，如果老师能看到他们的话，事实上可以给他们很大的自尊心的增强。而一个人被看重、被关爱，自尊心是一个人内在深处最深层的需求。我看这一则报道是在美国南加州的一则故事，他说一个四岁的小女孩。那小女孩呢，在家里的时候呢，父母亲就是常常的忽略她，就一个人玩她自己的，忙于工作，父母亲就是很常忽略她，就一个人玩，很孤单。然后有一次呢，那个父母亲呢，就带她去参加一个 party， 那个 party 在游泳池旁边烤肉。同样的，那个小女孩呢，还是没有人理她，一个人玩她自己的，她走，不小心扑通，她游泳池进去了，跳去了之后呢，哇，因为那是一个 party 的宴会哈。很多人在场，看到了，然后下去把他救上来。虽然他救上来了，可是已经喝了好多的水，很难过。他的父母亲马上拿毛巾，然后给他擦拭，给他嘘寒问暖，给他好宝贝抱在怀里，一直抚慰。哇，那一次的经验，让那个小女孩觉得说，她以前从来没有那个被父母那么关爱、宝抱、抚摸的经验，非常非常难过、愉快的一个经验。从此之后，那个小女生就习惯性的落手，因为他发觉他平常的时候父母亲就不管他一个人，就他落水上来的时候，他的母亲对他关心关爱的程度，他觉得他是以前没有办法经验到，那是他人生的高峰经验。结果有一次他还是习惯性的落水，可是并不是每一次都是那么幸运，他真的掉下去没有被发现，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断气。结果报道的人，他就有一个评语说，那个小孩子不是死于溺水，死于什么？死于缺乏关爱跟注意。他死于缺乏关爱跟注意。这关爱跟注意是一个人里面非常深刻的需求。有一次，我的一个学生来跟我上课，就跟我讲说：“老师，今天发生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今天上课的时候，老师当面叫我起来，在全班的同学面前称赞我，我个人感觉棒得不得了。”说完，就掉了就走了。那很愉快的有经验，
师对学生的提笔关心鼓励，对学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在心理学里面呢，我们也不断的常常去所谓的试着去垃圾里面找黄金，试着去每一件事情里面，其实从不同的观点角度看，都可以找到一些正向的意义跟事情。所以像在去辅导学生的时候，常常都尽量的去帮助他从不同正向的观点去看事情，去发掘他正向的能力跟优点，去鼓励他。也就是说呢，尽量去强调他的太极里面的白的部分，去强调他，去挖掘他，去扩大他。有一次在医院的时候辅导一个高中的女生，她是得忧郁症。患忧郁症主要的原因，他小学的时候功课非常好，到了国中明星学校又是明星班级，成绩不如理想，然后觉得很自暴自弃。他家里就是以分数来看重一切的，所以他因此他摆在学业成绩上是他自尊唯一的来源。成绩不好之后，他整个自尊也垮了。他父亲也就觉得你怎么搞的，你念书念的这个样子，小学这个样子，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我曾经听一个家长讲跟我讲说，他拿他的学生的成绩，他拿他儿子的成绩看，他是全班第六名，他们有一个全班第一名的，他就跟他讲说，你的名字有一个熊啊，别人名字有一个熊，别人都是熊，你爷娘你爹娘哈，你这上面哦，他儿子真的是哦，难过的不得了，难过的不得了，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然后那个抑郁症的学生呢，我在跟他辅导的一个原则就是不断的refer你，就是不断empower，就是不断的找优点去肯定他。他跟我主持来的时候就说，我欣赏你跟我来的人生主持，你看中这样的一个聚会。他派一些功课，就是家庭作业，家庭作业就是说他一天他承诺自己一个礼拜要念几小时书，然后他有达到，你就给他鼓励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能够自我负责的人，你能够来，我觉得你能够有心解决的问题，你是一个很可以自我解决问题、很有责任感的人，就是不断的refer，不断的找优点给他肯定。包括他在生我气的时候，我就跟他提到说，你生气我可以看出你是看重我们之间的关系，你是信任我，觉得我是就是在我面前是可以生气的，所以你生气，就是不断的从负面的人去找正向，不断给他改，不断给他让他知道他回馈他回馈他回馈他，我这样回馈是比较具体的，就看到具体的心，不断给他增强，不断给他增强。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忧郁症的一个特性是什么？他看自己很负面，看环境很负面，看未来很负面，三个负面，他觉得未来很悲观，是忧郁症的一个特质。所以看自己很负面，所以不断的从辅导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找到正面东西，给他肯定，给他鼓励。做辅导了半年之后，效果非常显著，效果非常显著。那这当中呢，其中还有一个很值得帮助他的地方，就是老师又给他鼓励。当他自己在进步的时候，当他自己在慢慢的进步的时候，在好转的时候，他数学的成绩事实上不过进步了几分而已。然后那个老师就跟他讲说：“某某人，你数学成绩进步了，很棒。”老师给他的注意跟回馈，对他来讲也是非常大的帮助。就是因着我也跟他的家长沟通，尽量去忽略他不好的地方，去看他好的地方，就要肯定鼓励。这样长时间做到的环境不能下，半年的时间，他进步很多，药也慢慢的更紧，慢慢的紧，就是不断的去努力本地，看他好的地方。要评量一个人自我概念或自己觉得自己好不好，常常是一个很简单的测验哦，你们可以自己做，也可以叫学生做，就是说，让他自己去写，他觉得自己的优点跟缺点。让学生自己主观的去写，他要觉得哪些优点就尽量把它写下来，有哪些缺点就尽量的给他写下来。如果写的结果发现说优点比缺点多，大概那个学生他的自我概念、自我的认定还不错。可是有很多的学生，他写缺点的时候呢，橡皮非常的流利，无万毒群也不折地皆可诛嘛，一发不可收拾，啪啪啪啪啪，卸多的缺点。而且优点的时候呢，好困难哦！讲了老半天，讲不出几个，这是很典型的对自己的看法非常负面。我上学生有一次我在学辅导我们学校的学生是这个样子，他还是很情绪很低落。我经常写优点的时候，我派一个家庭作业很好，请他下次来跟我分享的时候，写他的优点跟缺点。结果呢，
他隔一个礼拜来的时候，他很难过的跟我讲说，老师，缺点我觉得很多，啊，这张都是，优点我真的想不起来，我真的想不起来。然后讲一讲，很难过，又要哭出来。实际上，一个人会对自己的肝脏那么的负面，受到过去经验的影响太大了。父母亲是第一号的杀手。父母亲在小时候的时候，就是觉得表现好是理所当然的，表现不好就是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然后跟他弟弟妹妹比较，看不如他弟弟妹妹，变得非常的自卑，有没有一个倾向？那所以呢，我在这样过程当中呢，怎么样帮他从垃圾里面找？我对他意识很大。因为有一次，那个学生，他很喜欢女孩，他喜欢女孩子，从来都是暗藏在心里面，口难开哈，里面闷骚，那个穿内衣也不敢表达。而且他很喜欢一个学姐，他有一次鼓足勇气，让学姐攻读的地方，他学姐是在一个药房里面挂号，他就够攻读，他就自告奋勇的跑去那个地方，跟他的学姐讲说：“学姐，我很喜欢你，我们可不可以做朋友？”天哪，那么的直接坦白啊！然后那个学姐就跟他讲说：“对不起，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就刚拒绝他，啊，他回来之后好难过，好难过，好难过。他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讲说：“责怪自己，我怎么那么莽撞？我不会表达，为什么不会察言观色？等等，一直责备自己。”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欸，其实我很欣赏你，我很欣赏你。”他说：“啊，你欣赏什么？”我说呢，你能够那么主动积极的去做一件事情，就这个主动积极的态度，我非常欣赏。啊，他本来对自己的看法都是从负面的解释，然后听我这么讲，哎，他的眼睛亮了，他眼睛亮了，我觉得不一样了。啊，这就是垃圾里面去找黄金哦。我记得，哎，在跟一个精神科医师沟通的时候，在谈这方面的观点的时候，他举了一个让我印象蛮深刻的例子。他来处理边缘性人格。什么是边缘性人格？边缘性人格是非常注意的来非常高难度的一个病症啊。它的主要的症状就是，冲动控制的困难，暴躁，不断的自杀来威胁，然后在亲密关系里面呢是没有界限，不断的冲撞跟冲突。啊，事实上呢，我在看社会版的时候，就觉得王小三类似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然后我前几天也是碰到，前几天我还在。我们叫有一个边缘性人格，以前在辅导的一个 case 啊，他们就是很冲动控制的困难，然后不断的自杀啊，然后他冲发起脾气来冲动的时候呢，真的是很难去处理啊。像我们的学校那个学生，他在跟他爸爸讲电话，讲得很生气的时候，一气之下把那个 notebook 那个一排高高举起，可是轻轻放下，重重的往下一丢。5万块的诺贝尔就这样报销，他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有些人科医师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说他也是有一个这样边缘性格的例子。他们家哈200万的新房子的状况哈，在他的一怒之下哈，啪啪啪啪啪，往外去放，砰砰砰砰砰。他算了一下哈，损失了50万，50万的状况。然后他就跟，因为他跟那个精神科医师哈。每个礼拜做一次会谈，半年嘛，他说跟你谈了半年嘛，还这样冲动控制有困难嘛，他觉得很沮丧，他情绪比较平静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沮丧。结果那个精神科医师跟他讲说：“我觉得你进步很多了。”然后他很沮丧的时候，马上抬起头，眼睛发亮，说：“为什么？”他说：“就我跟你半年来的辅导的了解，要是以前的话，200万的装潢一定全部报销。我觉得你已经有相当的自制跟克制力了。”不过才毁了1/450万而已，这半年你进步了1/3。哇，那个边缘性人一听，马上从那个观点来看这件事情，他觉得他是有希望，他有进步了。就是，这就是一个不断的从垃圾里面去找黄金的这样一个历程。所以，像我在辅导学生的时候，那学生来的时候，如果他准时来，我一定会给他肯定跟鼓励。我们约好的时间，你再准时来，我很欣赏你这样的手势。或是他主动来，我就跟他讲说：“啊，你能够主动为你解决这些问题，主动来寻求资源，我觉得你是一个可以自我负责的人。”就是这样不断的找优点给他肯定，找优点给他肯定，就是找具体的事情给他肯定，常常都会让学生起了很大的心理的变化。
那些容易自杀的人哈，那些容易自杀的人，事实上呢，几乎是很忧郁、自我概念非常负面的人。你直接让他写自己的缺点，几乎一大堆，几乎一大堆。怎么去讲这些学生？有时候去谈他的缺点，谈他失败的地方，常常会让他觉得更灰心丧志。可是如果从另外角度去看他表现不错优点的时候呢，事实上对他的影响反而是非常正面的。那这一点是在辅导学生的过程当中很深的体会，也是目前諮商辅导呢蛮深的一个趋势哈。另外呢，再提到一下时间的关系，我想看一下第八点挑战哈，关于这一部分技巧的层次跟生命层次哈，就说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去给学生鼓励跟肯定，特别是鼓励肯定的原则哈，具体、真诚、及时哈，那效果是最好，要具体、要真诚、要及时。那我们有这样的理念，我们就是要鼓励肯定学生，这是一个方式哈。虽然我觉得他不是那么可爱。可是因为我觉得面对他有帮助，所以就肯定他、鼓励他，这是一个层次，叫做技巧的层次。另外一个什么层次呢？另外一个层次是生命态度的层次，就是我打从心里面看学生，我真的就能够看到他不错的地方，我真的是觉得他有一些不错的能耐跟优点，我打从心里面是鼓励他，这是生命的层次，这个是比较难，但是如果能够做到第一个层次，就已经不错了，只是它的效果有它的限制。有一次，我们需要一个学生，他割腕自杀，习惯性的割腕自杀，也是课业的压力。然后他弟弟练成大很优秀，他的母亲就有意无意就拿他跟他弟弟比较，拿他跟弟弟比较，他就觉得自己很糟糕。可是病人为了他母亲的关系，他就是很重视功课，他是功课就是念不来，因为他是推甄上来的话，有时候。比连招上来的成分稍微差一点，所以练得非常的辛苦。然后他成绩很低落的时候，就很想自杀。然后我把他母亲呢找来谈了好多遍，我跟他提到这样的观念：不要比较，然后尽量鼓励他的孩子。他妈妈每次来就讲说：“对呀、我每次叫他不要那么重视课业啊，功课练不好没有关系啊，身体最要紧啊。”他的妈妈是跟我们这样讲，可是跟他言谈犹豫无疑之间，发现。他的肢体语言流露出对那个小孩子的不争气的不满，还是由于无意之间会拿他跟他弟弟比较。他说：“你看我那个弟弟功课就那么好，你不会像他这个样子啊。”虽然说那个妈妈口头上觉得说要鼓励这个学生不要太在意他的功课，可他打从心里面就觉得说这个学生这个孩子不行。所以他虽然口头上支持他、肯定他，可他的肢体语言、他的表情。他的眉宇之间，他的眼神流露出你是我，所以那孩子从身体语言所接受到的那个讯息，他就说他不好，所以变成习惯性的自杀。最后那个孩子没有念毕业哈，因为身心状况的关系，跟不上，就休学，所以这是一个技巧的层次，或者一个生命的层次，这是很重要的。当然，只要能够做到技巧的层次。事实上也已经相当的不容易了，第二个呢是属于提到一个挑战是争宠的挫折跟大对高的现象。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小时候呢都渴望得到父母的宠爱，都渴望成为父母对宠爱的孩子。我们常有这样的经验，如果孩子觉得父母亲偏心的话，不公平的话，或常常比较他不如人的话，对那孩子伤害是非常大的，非常大。接触过太多这样的 case， 心里会觉得对母亲的偏心不公平，真的是对他自己是很大的一个伤害。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孩子小的时候，那时候一个两岁两个月嘛，那每次我们比较老二出生之后，我们比较常照顾宝宝那个老二嘛，比较忽略那个老大。结果有一次呢，那个老大就在客厅里面拿了一个高尔夫球棒，是塑胶的高尔夫球棒，拿了那边晃了，然后我太太就抱着我的老二两个月而已。然后突然间，说时迟那时快，
我老大他拿那个大斧子棒，用力往他弟弟头抠起来。哦，他平常很乖巧的，不晓得他用力出手那么重。啊，好在哦，正中没额头这边了，万一打到眼睛的话就很严重了。打到这我跟我他就吓一跳，怎么会这个样子？我老大他靠骂骂他，骂骂他，其实就是怎么样？他觉得爸爸妈妈脾气比较强大，你没有办法表达，因为情绪是很强烈，表面上看不出来，可是心里面一直凶你。我的老三也是这个样子，老三是后来到，他现在老三才两个月而已，然后那个老大老三生出来之后啊，那老二就开始觉得有点失宠了，然后他可是他知道我们跟老三了，所以他会很故意去照顾老三，可是照顾老三的时候呢，常常有一些暗波哈、哦，比方说呢，他就在摸着弟弟，弟弟你好可爱哟、哦，好可爱哟、哦，然后在那捏捏捏哦，然后我不在的时候呢，有时候注意看到、啊、他会偷偷的打他了、啊。其实这反映了小孩子如果学到老师，知觉到父母亲偏心不公平，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跟挫折，在学校里面。也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即使我们觉得说我们对孩子一视同仁，孩子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在学校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你在看着哪些同学，鼓励哪些同学，老师骂哪些同学，其实那些觉得如果学生觉得老师喜欢谁，觉得不公平的时候，对他的伤害跟挫折是很大的。他常常有很多的情绪，不晓得怎么宣泄，就用乌七八糟的事情来调皮捣蛋。来违背作答，来气老师。所以呢，我们在鼓励学生的时候呢，不只是鼓励成绩优秀的同学，对于那些成绩比较没有不好的同学，如果能够试着去用垃圾里面找黄金的精神，去找他觉得不错的地方，虽然他的成绩不是那么优秀，但他的学习态度，他对同学的责任感，他负责的精神，努力做一些替同学做一些服务。其实这些都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那另外呢，提到第二个是倾听哈，积极的倾听。积极的倾听呢，事实上倾听呢是对一个人表现尊重最好的方式哈。如果要一个人让对方觉得被尊重，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去倾听他，去问他。我想大家老师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你在台上讲课的时候，学生。没有专心听讲，打瞌睡、打呵欠、摇头晃脑看他的书，你心里一定非常的难过，因为你觉得不受尊重，觉得不受尊重。所以倾听是让对方表示，是让对方觉得你尊重他最有效的方式。倾听是人际沟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马步啊，一个基本的功夫啊。一个会讲话的人，一个爱讲话的人，不见得是一个会讲话的人，但是一个会讲话的人，一定是一个会倾听的人。要学会说话。先学会听话。我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有一次在台北一个同学，我们那时候到新竹会去开会，然后要向新竹会争取经费做生涯活动的补助，然后我就第一次去开会，然后就发现说，哎，怎么新竹会那个处长对我们一个学校的辅导老师特别有关爱的眼神，在宣达事情、在报告事情的时候，特别都会看着他，对他微笑。哎，下了课中场休息的时间，也会主动的去跟他聊天。我认识那个另外那个辅导老师，我跟他讲说：“嘿，你跟他以前是不是认识？”他说：“不是啊，我也是今天才认识他而已。”啊，他怎么会这个样子？他对你特别的好，他就说：“没有什么原因啊，我就是倾听，倾听。”当那个处长在讲话的时候呢，大家都看自己的资料。或者说听得不是那么专心，可是我那个朋友，他就是一直看着那个处长，还面带微笑，肢体语言展现出十足的倾听。哇，那个处长觉得，你看那个处长在宣布事情的时候，在讲的时候，放眼望去就是那个学生，而且他又坐的特别坐的稍微靠前面比较主动的地方，就特别看到那个老师在很吃醉的看着他听他讲话。啊，觉得很没有成就感。我看别的地方没有成就感，我看他很有成就感。所以那个处长就跟他讲话，跟他讲话。然后呢，下了课之后跟他嘘寒问暖，他果然他分配到的经费是我的两倍。第二别的原因就是一个倾听，所以呢，要讨我们长官呢，或者是其实不难的。他只要上来讲话的时候呢，你
较警惕，或你浅浅的微笑，那他觉得说你在跟他说话，印象分数一定加很多分，好的，这是一个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警惕呢可以简单的分作三个层次，一个是被动的警惕，一个主动的警惕，一个防御的警惕。被动的情绪就是我的肢体语言展现出我在警惕，我们怎么知道对方在跟我说话？肢体语言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啊，另外主动的情绪就是我不止肢体语言展现出我在警惕，我还会有言语的参与，比方说我会发问，我会问问题，我会跟他说啊，真的啊，真的、啊、是这样的、啊，再来呢，接着呢，就是他会言语参与，让对方觉得说，哎，他不只是肢体语言在听，他都有听进去，而且发问，这是更进一步了。那再更进一步是什么？是同理的倾听。什么叫同理的倾听？同理的倾听是做智商辅导哈最核心的技术跟训练，就是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立场去体贴他的感觉，去想他的感觉，去体会他的感觉。那这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比方说，有个学生下课的时候拿数学或拿课拿东拿了来问。然后你看题目，或者说题目简单，你跟他讲说那么简单也不会，上课不是讲过了吗？然后那个时候大家也不敢问你了。事实上，他来问你的时候，他事实上他常常学生是鼓起很大的勇气，然后这样有点焦虑，来到你面前。如果不管他问了什么问题，他都对他这样的主动求知求问的精神，事实上都是可以值得鼓励的，还要是这样的肯定。他会觉得这个老师很不错，一直对老师不错，觉得老师看中他，他可能可以表现得更好。我以前在生命线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我接到一通电话，那是一个重考大学的一个女孩子，她从乡下然后到东部去念书去补习嘛，就是在补习班补那一年嘛。然后她补习班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男孩子，就跟男孩子同居，她不管让同学知道，不管让家里知道。然后在同居的过程当中，她有很多的压抑，很多相处不愉快的事情，她也没有办法让她跟她男朋友讲，因为她男朋友不会听她说话，因为她就没有人听她说话，她打到生命线来。然后正好是我接到的，我就跟她讲，跟她聊了很多，我大概跟她聊了七八十分钟，聊了之后，她其实比较舒服，比较舒缓，中间有一度，好几度这样哭泣的在说话，然后在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到现在还很清楚的记得。他说：“先生，我虽然不认识你，但是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感谢哈，然后我觉得我听了之后很感动。其实我没有什么话，我没有太多的发问，我没有太多的介入，我只用一个基本的技巧：同理的倾听。去体会他内心在那个当下的感受困难，然后反应让他知道，就这么简单的工作而已，然后觉得这样的过程让他帮助很多，认为我是最了解他的人，所以倾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嘛。那么在倾听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容易犯一些错误啊，犯什么错误呢？我们会常常用审判官或美容师的方式。什么叫审判官？审判官就是说，听了对方讲话之后，就说你应该这个样子，你不应该那个样子，为什么没有做这个样子？就是有点审判、责备、指责这个口气。那通常这种反应是学生不太能够接受的，反而是心里面不讲，表面上不讲，心里面不太舒服的。有一次我在去，我太太住台中啊，就回台中的时候，正好我太太的大哥，我大哥的儿子失恋哈，大学毕业的时候，当兵前失恋本身就很难过的事情。然后大哥就跟他讲说，你的时候还心比他险啊，那不成熟啊，看人家你放下了哈，就是，哦，我看到我的侄子哈，本来已经很难过了哈，不说一句话，被我大哥那么一讲哈，整个人哦，真的是整个，这挂最后好像，我听了觉得啊，难听。我们常常觉得说，啊，你怎么他？我们在看成绩也是一样，哎，怎么这题不会？不是跟你讲过了？哎，怎么就他？哦，这种方式呢，这个小孩子他心里会觉得很不舒服，会他不愿意，他不被接纳，他的感觉不被接纳。当他不被接纳的时候，他觉得你不了解我，他不会跟你讲话，他就不想跟你讲话。我们要去了解孩子，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倾听，就是倾听。
我们可以有一个方式来测试说我们跟学生或是我们跟老师我们跟学生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如果你发现了那个孩子跟父母亲在一起，你看谁讲话比较多。如果孩子跟父母亲在一起，那个孩子很会讲话啊，东家长西家长，讲他学校的事情不重要，讲很多，这个跟他家庭沟通不错。如果是亲子在一起呢，跟他讲一样啊，都是父母在讲话，然后孩子有一句应一句的，这个沟通怎么样？很差，很差。所以你看孩子跟父母亲在一起，谁讲的话多，大概就可以作为他们亲子沟通的一个指标。因为孩子为什么会讲的话多？他觉得父母在听话，父母接纳他，尊重他，所以他才会听爸爸讲的不停。他孩子为什么不讲？他当然想跟父母亲近，当然想讨父母的欢心，可是为什么不讲？因为讲出来父母亲也不了解我，讲出来就是被训斥，讲出来就是被我讲哪里不好，我当然就不喜欢讲话了。所以这样一个这样一来呢，就变成很大的困难。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学生，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孩子，他到底在想什么？我都一直问他，好，为什么你还没修啊？他每次不修都皮，进来那个一直量一直量他。有一次我听一个同学在听一个老师在分享，他说有一次他的孩子跟他讲说，啊，不想念书了，不想念书了，他就很气。一般的家长说孩子不想念书了，他心里一肚子火啊！我给你上私立学校花那么多，给你补习，竟然是不想念书。啊，一开始臭骂一顿，可是臭骂一顿之后，你想孩子会念书吗？孩子不可能就说妈妈，你说的是你的补习，我可以了解，我要好，愿意读书，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孩子一定是越拗越拗。我在想啊，如果是我妈妈的话啊，我如果跟她讲说啊，我会躺车啊，我妈就会反应，我躺车会假赛啊。可预期，我妈的反应就是这个样子。